1픽 이상화 돼. 저 리신이 아까 그 이블린 있잖아. 들어갔다 나왔다 들어갔다 나왔다 이블린. 이번에도 또 튕기진 않겠지. 不会是这把又要进进出出吧? 그 사람이야. 그 아까 이블린. 是刚才一直掉线的寡妇，对啊。 莫甘娜的那个皮肤是我最喜欢的皮肤，那是我超爱的皮肤。我们的三楼怎么不进来呀？啊，进来了。三楼选的是露西安，感觉好像很厉害。我觉得现在国服玩露西安的人都很厉害。小时候选的是风女。 那不是国服第一瑞文吗？独在黑夜。看看对面的小明打的怎么样了？小明选的是梦魇。时间滴答滴答，谢谢你的一个六。现在就是这些礼物啊，不在这个游戏窗口显示。等会儿我让他重新开一下吧，看不到哎。 所以说，有时候我读不到礼物，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出击！欢迎来到英雄联盟。嗯。你们跌倒了没？谢谢等等等等送的一个血瓶。哦，然后呢？谢谢等等等等送的10个血瓶。叮叮叮！谢谢。嗯。 复旦的凤凰，看那凤凰特逗，你看倒下了，好搞笑。啊！돈 뺏겼어. 啊！我的钱被对方抢，被抢钱，大白天抢钱。我们走。 我们都全军出击。哦，不耐烦呐，掠夺。啊，싸 집 끊었다. 没让他回家。对面是梦魇。啊，好可惜。要是中了就不，他又得重新回一次。 벌써 만화가 반이 달았어. 废掉了一半的蓝，天哪！ 나 CS를 왜 이렇게 못 먹어? 我怎么补兵这么差呀？吃不了，吃不到。漏兵，漏兵这么厉害呢？ 漏刀狂魔。 谢谢大家送的萌，别跑，黑马中你几把加油，我可是大师。你蹲着干什么？
谢谢人类笑送的吧. 아, CS를 못 먹어서 와드를 못 써. 성배밖에 안 남아. 只能买一个圣杯.他说我刚才漏冰漏得很厉害，没法买眼，只能买一个圣杯。 谢风样的一个六，谋杀是个有趣的游戏，同一时间滴答滴答就消失了。 我们走，现在就看这个凤凰哪里跑，感觉好像又会下来一个。 뭔가 또 올 것 같아. 나 올 수 있는 게 없어. 그래서 능 来的 人 没有. 我们的满眼狂魔又开始满眼了，买了一个真眼。 要不要这么凶啊？为什么他们让你死？防卫。掏了 부실 수 있겠는데? 感觉好像能可以推一下中塔。 谢谢小翔送的六。
现在我们下路好像是。现在，怎么天黑了？와우아깝다저거리븐이스킬쿨한번더들면저걸녹턴도죽이는데刚才瑞文刚才 CD 再转了一次的话可以把那个梦魇也能杀掉的有点可惜呀、啊、技能 CD 技能 CD 如果再转一次的话应该是还能杀掉梦魇이게뭐죠这是一个什么给了我一个虚弱哦、oh. 空大나의궁이상당히잘못되었어这是我的大失误啊，失误的很厉害。그렇지않아도애들이그러고있어쿵따쿵따이러고있어쿵따가잡았다저거这应该能杀得掉，因为他没有闪现了。看看梦魇나쁘지않아不算太坏不乱蘑菇먹어야죠와드부터먹고他要先放眼然后再去吃蓝瘦瘦的波，一个小苹果。我们的 AD 把对面辅助杀掉了，然后把螳螂也杀掉了，拿了一个双杀。这是什么节奏？啊，不是螳螂，是梦魇，不好意思，长得太像了，你不知道那个梦魇的那个头像跟螳螂可像可像，就是中路爆炸呀！你看梦魇长得多像螳螂。这凤凰，还有一种奇怪的叫声。미드오픈이라며왜계속하는거야？不是说你要推中吗？中推吗？不是让我们推中吗？为什么你们还打？
那是大的声音。咦咦，那什么？中初。现在是多少点？现在是800多点。现在是排名第30。我刚才看到。무난하게이겼군感觉毫无压力的赢一局哦。现在对面的刷兵的补兵数也比我们队明显少了很多。少你就这样骗我我们的那个 AD 怒了，翻译没有换，还是那个翻译啊。对，之前的那个翻译是面包。아니왜이렇게열심히막아为什么要你们不是说已经让中了吗？怎么还这么拼命的守呀？翻译的不错，就是有点色。什么色呀？你们不要乱说话好吗？我是看你们的打字说的，你们总是有带坏我的节奏。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不是让中的意思吗？我以为那两个字是让中的意思。你百度一下什么意思？我马上百度，我看看到底什么意思。오리아나노잼他说发条没意思。방금만약에암살자캐릭이었으면녹턴죽이고도망쳤을텐데如果刚才是一个暗杀刺客型的一个英雄的话，就可以把那个对面的梦魇杀掉，然后就跑了。他说没有意思啊，发条。我在百度。百度百科，他们的叫声好奇怪。
现在是打了19分钟请集中一下看游戏。这场比赛，打了20分钟，现在是21-10。比赛拉的时间好长啊。对面也是非常顽抗的，一直在守。根本就没有，他们也没有一种。서린도 안 쳐. 그리고 他们 还不投, 什么意思? 뭔가 적 팀이 이길 생각을 가지고 있는 것 같아. 好像是对面还在想着如何分盘。刚才好像是在投降，但是根本就不是那样。저거봐你们看저친구들이길생각이야他们还是在想赢要赢这一把还是想在翻盘的你知道吗根本就没有想投降守得这么紧，守得这么就是顽强，根本就没有想任何投降的意思，他们肯定是还是一定想赢的。好像是能赢了。我看看他几个人头，6个人头双数，大家有没有压对？